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710集。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君士合体，这是魔方推出的啊，54号的产品，这个致敬了 G1 的旋风，这个名字改成了叫做龙卷风。那这款龙卷风之前的话呢，其实它有推出这款 C 级啊，我拿到很久了，但是我一直忘了把它拿出来做节目啊，近期赶快把它补上啊。正常来说它是第三款，今天的这个龙卷风应该是第四款，它里头还附带了一个这个。军事合体的左手，跟他握个手哈。那还有一个就是身体的一个胸口，还有头雕了啊。那我们上一期给大家分享到官方的那个那个龙炎王，对不对？大家就说呢，哎呀，牺牲了那么多的一个为了合体，然后把一些角色呢没有做好，很可惜。那其实也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啊。已经不止这一家了啊！之前已经有数家已经推出了需要利用外挂配件来完成合体，那这一次的军事合体呢也不例外。那我自己是能接受的，因为我觉得吧，就把一个每一个单体呢做得好看一点啊。哎，这个地方没有扣的很漂亮。OK， 好，那这款的话呢，看说明书来完成它的变形可以说是非常的痛苦，几乎是做不到。那么很有趣的一个变形，我们先看一下它身上有一些小配件啊，这个外挂的小手枪。不对，外挂的小对小手枪在这里，还有一把手持的枪。这一次的魔方的这个武器呢，可以完美在变形过程中进行一个收纳。然后它的一个背后旋转的螺旋桨，这个转动性很好啊，非常好玩。那后方可以看到比较破碎的脚后面的一些零件，包括这里，这可能是它外观上比较大的一个缺点。但是这些的话呢，都是变形的时候呢，会去感受到它的一个威力的。它多做了一处的这个转折关节在这里，所以它的腿呢可以踢得更高一些。那么膝盖的一个90度，那这里也是没有过度，比较可惜。但是我还是那么一句话，它是一个小比例的玩具啊，就不要去计较那么多。那么整体玩具的一个塑胶的尼龙的话呢，会为这一次的把玩呢提供非常好的变形体验。对，是的，没错，这一款的变形步骤非常复杂，但是呢记忆点是很强的。我们来进行一下这款龙卷风的变形过程啊。我为了方便大家收看，我连把这个螺旋桨给拆掉，其实可以不用拆了啊。那我们的话呢，第一个变形步骤的话呢，它是说要把头给旋转。那我在这里建议各位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把它的脚尖旋转180度啊，在这个时候旋转绝对是对你最有利的了啊。那腰部也要旋转180度啊，这个都要记得啊。那我们就开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第一个的话，先把这个手给变形完成。手的话翻下来之后啊，是转成一个特定角度，反正你只要收不进去的话呢，就是转动拳头就可以了。然后内部这个黑色这个部件的话呢，把它给抠出来，然后先把手给合进去。那这个黑色部分要把它转到正中间。再来的话呢，利用这里的一个双动关节，把它的这个凸跟凹的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而且你要注意，这个凸是有作用的啊，所以它我们是势必把它翻到这里。那另外一侧的变形也是一样的啊，转动一个角度放进去，里头黑色这个部件把它给抠出来。正常抠出来它会是这个角度啊，是偏移的。我们利用这个球关把它给转下来到这儿，然后呢整个这个上半身的这个部件利用这里把它给撬开之后的话，我们把背包这里锁扣给打开之后，我们就把这个身体两侧这个部分都给翻出来，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折叠片全部都把它给翻开啊，全你看到什么就把它全部都给打开。那就是记得这个地方啊，有一片部件要记得把它给翻出来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反正你看到什么就把它全部翻出来。然后这一片要记得折进去啊，这一片这个时候记得把它给折进去，大概是到这里。好，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这块部件我们可以先把它往上挑。如果你愿意的话吧，这个时候呢其实可以考虑把武器，你就记得武器的话呢，它的这个部分可以到时候是收纳在这里，应该是收这样子。哎，我是看它的这个它的说明书哦，放进去的时候是放这样，但是我感觉好像位置是不是不太对啊，应该是要放这样子，它会比较靠里面。因为说明书的放法这个部件是在这里我不晓得是不是我的问题还是它的问题。然后这一片部件记得把它给反折折进来这边，然后呢
手臂的话呢，另外一侧这里，往这里是一样，把它给扣进来。手臂这里啊，不管你怎么转，你就是把它的这两侧，这里有一个凸跟凹，你就记得把这两个地方给转到，结合在一起。好，到这边，到这里 ，OK。那这个地方，由于球关在这里，所以它等一下可以调整。等一下的话呢，就是这里要做一个结合，待会儿在最后再组合吧啊。我们先变腿好了，各位知道一下这个基本的形状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先变腿的时候，我建议第一个步骤把侧边这里把它给撕开来，从这个地方，这里第一处在这个地方，把它给撕开。侧边这里，后面这里也有一个，撕开来，两侧都把它给撕开。撕开之后的话呢，把它前后做一个大回旋。做这个回旋其实是让各位这样子去看它的一个，我错了啊，其实刚腰不小心又把它转回去原位了，哎，这样子，好。这一片把它翻上了，你看就知道了，这等一下是一个飞机的一个样子。好了啊，那我们接下来第一个步骤是要做哪里呢？是把这一片翻出来，这个凸把它扣进这个凹，这是第一个步骤。哎，把它给压进去，非常的明确。再来这里有一个，这里也是一个算是滑槽卡进去的，这里把它给松开。好，松开之后，这一片斜肩我们一开始不是已经把它转好了吗？这个时候就可以顺着它推进去就可以了。如果你没有先把它给反转的话呢，这个时候你可能还要再调整一下，就不好转。这一片部件是往上推到这里卡进去就好了。再来是这一片部件，这里有个滑槽，推出去一点，推过来再推回来啊，到这。那好了，到这边了啊。这边有一个地方要注意，就是说这里这一块，应该是说这一块，这个凸这个部件，我们现在要把它的这个孔洞转到侧边来跟这个凸做结合。这个时候我们要先把这一片推开，再把这一片推进去，这一片再推过来，把它给抵住上面这一片下来，这一片再往上，这里记得是这个形状。我们要把这个洞在侧边，我们这个凸才有得找到家，对吧？最后就是这里这个地方绿色的部件是一个双动关节，它带动着哪里呢？带动着它这里面有一个在这里这一块，我指尖的这个灰色的凸要扣进这边绿色的这个洞哦，到这边。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先把东西推开，你看到没有，上面这里还有一个灰色的凸要卡进这个洞，这样子过来，这样扣进去。好了，这个是它的一个侧面的剖面图，是不是看得非常的明显，对不对？就这样子。好了，这一侧就变形完成了。这步骤看着多，但是其实拆解下来其实并不是很难了啊。那我们就先把这个地方侧边这里翻折出来。好，翻折出来之后怎么做呢？这里斜肩这个地方也有一个锁扣，在这里锁扣打开，然后呢这一片部件里面这个部件打开，里面这边部件翻出来。好，先扣大腿内侧扣进去，这个斜肩放进来，这形状是刚好的，到这里，对吧？然后呢这个部件沟槽拉出去。好，到这里的情况下呢，我们要把侧边这里，我们要把这个洞要转到侧边。好，这个时候这一片压过来，哎，把它给抵住，这一片部件再过来，到这边，到这里推过来，然后这侧边这一片就翻上来了，就是跟它的侧边这里做一个组合。这个地方有时候会推开啊，我们把它给密合 match 一下。好的，那最后就是一个双动关节，这个双动关节把它往内推进去。各位这个时候你可能看不清楚了啊，没关系，我们就你知道意思就可以了。这里把它给扣上，然后呢有一个地方呢，我这里稍微留出一个洞，它的这个枪这里有一个凸，这个凸要扣在这一边啊，就这里把它给卡进去。好了，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整个飞机的头部呢就算是卡到这里，这片部件就叠进来就可以了，两侧做个简单的合并。那这里有一个锁扣，就这边
把它给密合进去啊，这样子一来，整个飞机的头部呢就算是变形完成了啊。那么再来呢，这里的话呢，我会建议这里的话说明书做得不错啊，说明书有叫我们先扣下面这里啊，这个步骤是有必要的，有必要。我们先把下面这个地方，下面这里你看一二那三四嘛，对不对？这边这个步骤我觉得有必要先扣，然后侧边这里也记得这里扣进去，所以一共是一二三四五还有侧边这里六个扣上去，这片部件前面压过来，整个可以把它压下去了啊。到这边为止，到这边为止，那我们就是把这一片部件的话呢，利用这里的这一片整个给翻上去，这不好意思碰掉了啊，这里我们再把它给扣回去一下啊，这个飞机头分开到这里啊，记得头是这样子的啊，水平的方向啊，折到这边，那这里就可以这样子顺势的上来到这里，把它给扣上去，密合一下 ，OK， 侧边啊，这边两侧要先过来，好像它有两个凸，所以刚刚有点影响了，然后扣进去。好，那到这里的话，后面这里就是整个的都把它给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密合 match 起来。好了，这个变形的话呢，看似步骤很多，但其实记忆点是蛮强的。那后面这个螺旋桨很紧啊。把它给扣，影片稍微长了一点啊，这个都已经过热了啊，所以它刚强制停机了啊。那我们的话呢，这个地方头会露在这里，这个时候呢，它上方的这个部件的话呢，可以起到一个遮蔽的作用啊。但是你要记得把这个黑色的头呢给转到啊，跟这个都是一样，转到一个侧边来，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这个空洞的一个隐蔽的话，就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效果。好吧，不敢说不错了，就至少还行吧啊。那它的这个地方抠出来，要扣反了啊，这样子，还有一个轮子在后方，可以做一个平放。那最后就是把它的这个螺旋桨的部分呢给放上去，这个没有什么难度了哈，就直接把它给拆开就可以了。那我提一下，就是说在变形的时候呢，螺旋桨是可以不用拔下来的了啊，只是说呢，我方便给各位做一个收看，所以我把它给特别的给拆下来。这个转动的话，它有一个特定的角度，扭一下把它给放进去就行了。那相较于后面很紧的话呢，前方的螺旋桨转动可以说是非常之流畅啊，后面根本推不动啊。那么呢，它的这个后面这个尾翼稍微的软了一点啊。那最后的这个枪啊是扣在侧边这里。那扣的时候呢，我是看一下说明书吧，它是把这个凸是朝下啊，所以你就把它给扣上去就行了啊，应该是这样子。OK， 我们的这一款。这个龙卷风它的变形过程就算完成了啊，虽然步骤有点多，但是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压力的把玩啊，就是拜它的这个尼龙材质啊，所以它的变形过程可以说是非常的舒服啊，真的不怕它掰坏，虽然很多很细碎的一个部件的推移，但真的是不用担心。那直升机的形态来说，也算是造型是挺完美的。认真要说它的缺点，就是这个地方螺旋桨还可以停在这，就这个地方这个空洞啊，真的是没有得遮。还有这里这个造型这边啊，就是一个这个是看到就是一个关节的一个造型比较难看，其他的话真的是没有什么问题，该有的部件甚至是轮子的三个轮子都有。然后过程嘛，就大家也看到了啊，虽然时间变得比较长，但真的没有什么难度，没有花什么特别难记的一个脑力就是了啊，非常非常不错的玩具。那由于它在合体的过程是需要靠一些补充的一个零件，所以它本身在人物的造型上面就变形的过程啊，然后这个什么什么各方面来说，就是你即便不为了合体吧，你就单纯这个东西的完成度也已经很高了啊。当然应该不至于有人真的是为了玩这个玩具去买，也或许也是有了啊，但是反正今天就给各位就是做这么样一个展示啊，这一款玩具人形变形跟直升机形态表现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这个材质呢提供我们很好的把玩体验啊，真的是玩的还是挺爽的。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